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确定将搭档广告教母余香第五度参选总统大选。和宋楚瑜有私交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被问到对宋参选的看法，他自曝之前就和宋楚瑜聊过，表示祝福。今天宋楚瑜他要宣布参选，你有什么就是有送花篮还是有？有，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讨论要写什么。哦，那你可以写什么？写勇往直前的。因为其实你们都是两个第三势力嘛，会不会影响到不分区的选票？啊，多多少少都会啦，不过不要紧的，因为这个参政是每个人的权利嘛，所以我们还是祝福啊。有聊过？有啊。那时候聊的时候是还有跟你亲自讲吗？有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有当场表达支持他吗？我就说，既然要做就努力去做嘛，必须让两个候选人这样，不如他出来那一个话语权，可以说明很多事情，导正很多事情啊，至少把国民的注意力拉回应该注意的地方。来把两个候选人稍微拉到比较正道上面，啊，天一天，那也是有道理的。目前的选举都太没有在讨论政策了，没有在讨论该讨论的东西了。现在我们这个总统大选已经进入那个叫垃圾时间了，互相丢篱笆垃圾时间了，那也不是好方法了。所以你支持不要这样子吧，反正我们都会祝福 ，OK。那你最后这一票会投给他吗？总统这一票？这个投票秘密投票 ，OK。外传与柯文哲合作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也同时押宝亲民党，把爱将刘幼彤、蔡庆瑜放入亲民党不分区名单。柯P不以为意，表示每个人都会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，合起来就是国家最大利益。付费也是应当的，有收费的媒体，它提供的新闻的品质就会比较高嘛，这是一定的。